珠宝设计师 Michelle 刚从米兰设计展回来，不好意思，迟到了。王夫人，这是本公司这一季最新的设计款，全世界暴风一号、二号，缅甸红宝石，鸳鸯大道已经开始工作，准备就位。我特地从米兰带回来的精品，还没带到总公司，就先拿来给您看了。欧小姐，钟先生来电说他马上就到，请您再等一下。雅若，我已经拿到明年度法拉利车队 F1 的赛车合约，下午2点的飞机，要不要跟我走？我终于可以离开，去意大利了。您看，红宝的火光把您的肌肤衬托得跟玫瑰花瓣一样粉嫩啊！夫人，没有人能逃过这串爱的魔法。就算是10年以上的老夫老妻，看到你这妩媚的模样，也会对你重燃爱火。哦，这对耳钻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我要把它送给我最爱的女人。我已经戴上我的婚约了。若嫁给我，杨毅紧紧栅栏了，准备开多少？300。啊，那只是个玻璃耶。你的手艺这么好，不会被发现的。为了我们的结婚基金，就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哎呀！富比是金控夫人，也预约要看这条娜迦公主。不好意思，我必须赶过去。什么？你还约了别人？你立刻取消他，这条项链我要。是是是，夫人。来，您只要把300万汇入我们公司的账户，这条爱的魔法就是属于您的了。我不能嫁给你。什么意思啊？因为我已经选择别人了。怎么可能？什么人的条件会好过一线二上？比我有钱，比我好。他什么都比你好。重点是，他以我为中心。难道我没有吗？天琪，你的个性就像风一样，风只有方向，风怎么会有中心？分手吧，我们真的不适合。很好。欧雅若，如果这是你的选择，千万不要后悔。赵十三、贾十清，我们是警察，现在以珠宝诈欺现行犯逮捕你们。你快走，我引开他们。贾十清，别跑！分头追，
你们去拦住赵十三，我负责夏之金。不要这样，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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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夏之金，不要跑！站住，夏之金，不要跑！不要跑！他什么都比你好，重点是他以我为中心。我不能跟你走，对不起。夏之心，不要跑，不要跑，把东西给我。你神经病，耳钻在你的耳朵上。你偷了我耳钻，小偷，拿来。夏之星，你被逮捕了，现在马上跟我们回警局做笔录。谢谢你协助警方办案，把人带走。神经病，都是你害我被你抓！十三哥，救我！十三哥，你这个王八蛋，害我失风被捕，不要在路上被老娘遇到，要不然我一定把你大卸八块，横行街头，没有人敢替你收尸。你知不知道我干完这片就要收山结婚了？因为你，我未来的幸福人生全都毁了，没了，没了。这一天，在同一个街道上，有两个同时被爱情抛弃的人，一个是拥有钻石王国光环的我，一个是为爱入狱的诈欺犯。我跟他都想不到，一次偶然的碰撞，其实是另一段感情的开始。这三哥，快逃！小姐，请问你有看到一个戴墨镜的男人闯进来吗？走。对不起啊。夏之星，你因为涉嫌诈欺被判2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你已经入狱服刑1年整，现在申请假释，你是否衷心忏悔？长官，你会相信一个放羊的小孩说的话吗？在世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放羊的小孩，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悲惨的过去。我的父母在我8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我被独居的光明舅舅收养，这是光明舅舅，旁边的人就是我。
广明舅舅对我就像他的亲生女儿一样，他生病了，西医说没有救，我只好找偏方医治他。可是偏方真的好贵，我没钱给他治病，所以只好。只好做坏事。我进来监狱接受改造之后，有一天舅舅的邻居来看我，可是舅舅却没有来。我才知道，舅舅知道我坐牢的事，非常难过，担心孤独，过世了。我对不起舅舅，我好想立刻离开这个地方，跪在舅舅的面前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会重新做人。只是这些话他再也听不到了。你只是一念之间做了错事，如果本庭给你假释的机会，你可不可以保证以后不再犯错呢？长官，相信我，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想当诈欺犯，可是人生是没有办法重来的。电影票里头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现在我将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每一天，我现在只有重新做人，这才是对舅舅最好的回报，您说是吗？那可是我们下执行灯谜第一次先行假设出狱，你们认为他会成功的？哎，放这边啊！认为他会做到吗？来，给我放这边，假设出狱。就知道。下执行假释失败，我通杀成功。哎，等一下。抱歉，姐妹们，我要结束我的龟山假期，回到我的十三哥的身边去了。假的。他答应过我，只要我帮他承担罪名，等我一出去，他就立刻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等我。夏执行，你那什么十三哥的已经半年没有写信给你了。我的十三哥啊，现在有份正当的工作，太忙，所以没有时间写信。三哥早就移情别恋了。他说为了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大老板，赚大钱，给我过好日子。我在监牢里的好日子。黛比，你干嘛老触我眉头啊？夏之心，难道你还不知道觉悟吗？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愿意娶一个坐过牢的女人，而且你的男人早就把你移情别恋了，你要想清楚。他们呢，只希望女人要替他做替死鬼，你懂不懂啊？他们好在外面继续逍遥自在，风流，你了不了解啊？你了不了解？不准你说十三哥的坏话。在替你着想，你知不知道？我就是被男人骗了，替他顶罪。可是这个男的却在外面给我生了三个小孩，我却在这里。我知道你在帮我打预防针，可是我十七岁就跟了十三哥。十三哥说，这世界上只有他对我绝对不会变，不用替我担心。这是我公益课的时候自己做的，送给你。我在天国的妈妈总是说，只要是宝石就会发光。这是穷人的钻石，锆石做的手链，
你在我心中就像真的钻石，将来一定会有男人发现你特别的光芒。你很讨厌你。姐妹们，下个星期我就要出狱了，等着哦，我很快就会寄红帖子来给大家，你们要把红包准备好。恭喜你啊！我们之间不再有界限，跟着地图飞到天边，追逐着冒险，连一双不起眼的鞋都开始跳跃。猜我的未来是早有。好好把握重新做人的机会，别再让死去的舍友担心了，走吧。大姐，这个送你。这不是你旧的照片，这么珍贵东西我不能收。误会一场啦，这是我从杂志上面剪下来的，送给你做纪念，别客气，好好保存哦。我自由了，十三哥，我回来了，耶！一年了，不知道东西还在不在。二少爷，老 K， 好歹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一定要这样靠我回家吗？二少爷一失踪就是一年，如果这一次再让你跑掉，我就没有办法向董事长交代。他出多少钱，我加三倍。二少爷，我们已经找你找了很久了，要不是你在法国闹事，让法国警方羁押，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找到你。既然找到了。我还是小心为上，二少爷，请。各位旅客，飞往巴黎的华航 CI061班机即将起飞，还没有登机的旅客，请尽快前往 B2 登机门登机。Passenger fly CI061 from Taipei to Paris are boarding. Excuse me, vous?Vous êtes Vernon, le pilote de Formule 1? 二少爷，发生什么事？你别紧张，只是我一个车迷，好吗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signer un autographe, s'il vous plaît? Du bien pire, je ne parle pas. Il y a un problème? En fait, ma Claudie, je suis là, ça, je suis là, à la course, je suis chidé, je dois faire si mal, je viens de finir. Quoi? Mais c'est intolérable. Est-ce que je peux te donner un coup de main? Laissez-moi vous aider.让我爸签个名吧，二少爷，这个你们这么多人在看，难道我还能飞啊？快追啊 ，Maxi！十三哥，十三哥，小阿信没有去找你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有个惊喜要给你。还好我把钱藏在机场的置物柜，警察才没有找到。十三哥说他在做业务的工作，
200只万宝龙笔送给他，求答了。你已经瞎了是不是啊？路这么大，偏偏抓到我！啊！不要叫，不要叫！是他！找到了没有？还没。早知道不该解开手铐。站长，是。首客，好小子，原来是从国外引渡回来的通缉犯。我只是要躲一下，叫你不出声，我就放你走。动手！不要吵了，不要动啊！会有一点会死啊！不要动！叫你不要动，听到没有啊？安静一点呐！安静一点！不要动！我还你一次，很公平吧？警官，把他带走。维护治安，人人有责，不要感谢我。王少爷，走吧。笑什么？对不起，二少爷，我能说句话吗？说啊。其实这次要你回来的，不是老爷，是大少爷。大少爷要订婚了。从小到大，你跟他感情最好，你能够出席，对他来说是意义重大。二少爷，是氮气吧？是啊，很好，氮气够稳定。钥匙拿来。这。你不是说我的出席对大哥意义重大吗？赶时间就交给我这个赛车手吧。是你们要我回来的，不要后悔。万宝龙的笔不便宜，还是省着点，搭便车吧。哟呼，这边，这边。大少爷要订婚了，订婚了。Je suis content que ce soit la famille ou quoi? T'as dit là? On va donner les grimper.什么人的条件会好过易炫的二少爷？比我有钱，比我好。他什么都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欧雅若，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背叛会让我这么难堪。哼，我倒要看看你和我大哥的婚礼会精彩到什么程度。国内最大的珠宝公司依帅集团总经理仲天俊和旗下
首席的珠宝设计师欧雅若在今天要订婚了。不过今天婚宴还有另外一个更受瞩目的焦点，就是伊帅集团呢会在这整个婚宴上来展示珠宝界最富神秘色彩的蓝钻 Queen Mary， 而且还会在现场来进行切割慈善义卖。传说呢，这 Queen Mary 会替拥有它的人带来厄运，而历届拥有者当中最出名的是法王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来自世界各地的富商，包括是著名的美国联邦银行沃尔森夫人，不畏惧 Queen Mary 的诅咒恶名，都来到现场。到底最后谁会成为是拥有 Queen Mary 的幸运儿？我们会为您锁定，持续来报道。联邦银行沃尔森夫人已经到了，好，知道了。Hello, Mr. Jones. So glad to see you. Madam Wilson, thank you for flying in for my engagement. I represent the United Bank to congratulate you. Just to let you know, later on, I will personally participate in the Queen Mary auction. Absolutely. When the auction is over, I sincerely hope it won't be empty-handed. Certainly not. Please.真不愧是冷血的众董事长，为了挽救日益低迷的买气，连妻子的遗物都拿出来拍卖了，真是佩服，佩服！拍卖会只是形式，刚才那位联邦银行总裁沃尔森夫人已经预定了这条项链，过了今天，我们公司将得到融资。一向财务吃紧的危机就获得舒缓，继续做有珠宝界的工作。周董事，众家一定会帮易少爷度过危机，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公司。既然这样，众董事长，你可得坐稳啊！要是拍卖会出了一点差错，这董事长的位置，你就是不想让，也得让。想不到这老狐狸还留这么一手。一条项链只能救急，我就不相信他还有第二条昆美瑞来救他。OK， 车交给你了。这里面就有万宝龙的旗舰店，我要送十三哥的礼物就在里面。法国闹事都闹到国际版，他可真是仲家的败家子。这个仲天启可是那只老狐狸的致命伤，在这个节骨眼跑回来，可有好戏看了。天启，终于回来了。嗯，我还以为你受了什么大伤，原来还好。你呀，真是有出息，一回来就给我捧个国际头条当理由。到底你哪时才能不丢我这张老脸？我在丢脸，也没有你干黑心事丢脸。你，仲董事长，当年你背着自己的老婆小孩，到外面去跟别的女人搞外遇，我
在法国打架的事跟你比起来，哼，又算得了什么呢？天晴，虽然是我叫老 K 把你带回来，可是真正关心你的就是爸。小子，放着你想的二少爷不做去赚那种赌命钱，我养你就是想看你出事的吗？鲍董事长，保全公司已经将 Queen Mary 平安送到欧小姐休息室。你把 Queen Mary 带来干什么？别冲动，听我说。爸做这决定也很为难的，公司的未来全靠 Queen Mary。我们已经答应国外的买家，在今天订婚会要进行切割拍卖。连自己妻子的遗物都可以拿出来拍卖，我真是替妈感到不值。竟然为了你这种人搞外遇，去跳楼自杀。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这段时间给我安分点。天琪，爸的苦心你会慢慢了解的。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你这次能为我回来。你是我弟，我跟雅若需要你的祝福。你知道雅若吧？她是我订婚的对象，之前跟你在一起，在计划组的。他现在是 eShine 的设计总监。设计总监啊，真是平步青云啊。我要考虑一下才知道能不能祝福你。别考虑太久。放心吧，十分钟我就会告诉你的。我去看看我未来大嫂了。 Queen Mary， 豪华尊贵身份的象征。从今天开始，我欧雅若就要跟死刑犯女儿的身份说再见了。欧雅若，欧雅若，老子在跟你讲话，你有没有在听啊？欧雅若，你给我听清楚，快叫律师把我绑出去，把老子跟一群变态的人关在一起。老子都快疯了，你听到没有？快把我绑出去！我没有钱请律师去保一个鲁人勒索的杀人犯出来。你就不能跟你妈一样去卖吗？老子把你养这么大，你就不能为了救我牺牲一下吗？你这个贱女人。爸，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你听好了，一定会出人头地，永远摆脱这可耻的父亲。我做鬼鬼魂都会缠着你的，你永远都摆脱不了我的。欧阳龙，外婆，外婆，爸，我终于得到自己的幸福了。没有人会知道我的过去，现在的我多赚了一个南极科学家女儿的身份活着。我绝不容许任何人在今天破坏我的幸福，不管他是谁。Queen Mary 至今尚未曝光，要先抢先拍到这个独家，这奖金肯定不会少哦。天俊，天俊，天俊，你还是很美，连惊讶都有种破人的美。意外吗？我大哥的婚礼，我当然要回来参加，更何况是我哥跟我的前女友，仲天琪，你们都先出去。是。原来前女友这三个字，也是个禁忌啊。如果你不是来祝福我的，请你出去。Queen Mary 是当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给玛丽皇后的定情之物。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路易十六要求他的政敌放过玛丽皇后，他愿意用王位来做交易，来保住他心爱的人。我可以像路易十六，像温莎公爵，只爱美人不要江山，
可惜，你就看不上没有江山的我。如果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影响我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曾以为我能够影响你，你还记得我曾经问你，是什么人比我好，比我有钱，是什么人可以让你放弃我？想不到这个人竟然是我哥。他果然什么都比我这个浪荡子好。天俊可以给我想要的一切。这条蓝钻等一下就被切割了。难道你的感情也像这颗钻石可以切割吗？可以，对我来说，爱情跟理想是可以被切割的。哼，笑什么？你现在是想告诉我，你的爱情是我，理想是我哥，你依然爱我是吗？你不觉得现在这个 timing， 我爱不爱你已经不重要了吗？我好不容易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设计师爬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不会放开天俊的，他还有依山，就是我想要的一切。所以说，你是在利用我哥吗？是爱我的，从你的吻我知道。不要再说了，我不会放弃天俊的。想要嫁给我大哥，你就先找到我吧。拦住二少爷！是，黑哥，快拦住二少爷！二少爷，你不能走。OK， 对不起。十三哥的第一支名牌笔，他一定很开心。二少爷，我们想分头跑了，在那边追。撞了人就跑，什么东西嘛？这是什么？啊！你干嘛看我？放开我啊！你是偷珠宝的共犯，现在人赃俱获，别想狡赖。我没有，我不知道这条项链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不能被抓。这条项链真的不是我偷的啦！放开我，我一定要把这支笔送给十三哥。放开我啦！燕。是你，原来你才是偷项链的小偷，不要想跑！你偷了项链却想栽赃给我，吓死你！我没有栽赃你啊！你干嘛？项链在这里，他才是小偷！你放开我！老子才刚假释出来，别项链给我！解释啊！解释什么？我不要跟你走！救命啊！救命啦！别吵！救命啦！救命！啊！你要带我去哪里啊？好 ，K， 追到天齐了没有？大少爷，
二少爷偷了我的车，现在路上狂飙，我已经派人追他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不必把天气找回来。Creamery 要是不见了，公司财务问题解决不了，医生就完了。我知道。保全防守非常严格，任何陌生人都无法接近 Queen Mary。 问题是天启不是陌生人，他是仲家人，所以保险公司不怀疑他。哼，这死小子真的想气死我才甘心啊。天启为什么会突然把项链拿走？亚若，你跟天启在房间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包董事长，人没有追到，不过我和保全在外面看到二少爷将项链交给一个女的，两个人一起跑了。是女的？那是谁？不知道，不过这个女的在机场跟二少爷碰过头。你确定？我确定。爸，我想天琪不想看妈的遗物被拍卖，才会把她拿走的。那女的一定是共谋，我觉得天琪有可能是跟那女的约好了，今天回来就是故意来偷项链的，因为他今天一进来就走向项链的方向，是我太信任天琪了。你连 Queen Mary 都守不住，怎么做我仲家媳妇儿？动用所有可能资源，一定要把天琪找出来。是，董事长。夏涵。安静点好不好？你不是要放开你吗？哎，等一下，等一下！干嘛？不行，你要是跑了，谁来证明我的清白啊？拿来。什么？项链啊？那又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本性就来拿，来拿！开玩笑，这是赃物，要是给了你，谁会相信我的清白啊？搞什么？怎么跟你这种流氓靠在一起？我是流氓，你还通缉犯嘞？看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才没一天就犯案累累，先从国外引渡回来，企图逃跑，接着又偷人家珠宝，现在还挟持人质。我才刚刚假释，不想莫名其妙的变成你的带子羔羊。快点去警察局投案解释清楚，不然我可要找兄弟出来给你难看了。我男朋友台北十三哥，哼，说出来吓死你。
起来了。谁呀？没听过。哼，什么没听过？我告诉你哦，十三哥是我未婚夫，整个台北、大安、文山、中正、大同十三区，通通都是他管的。台北总共好像只有十二区。哎，还有一区是私人社区，你们这种市井小民不懂的啦。好，你不要说大姐没有事先警告过你，我现在就闹人来哦。你正直。原本想给十三哥一个惊喜，都被你搞砸了啦。喂，喂，十三哥，我出来了。阿星，对啊，就是你最可爱、温柔、美丽、无人可比的小阿星。老公，谁啊？啊，打错的。你的未婚夫已经有别人了。你乱说，他一定是在看韩剧，那是电视的声音了。看来你的十三哥好像已经……你干什么？载我去找十三哥！你不是要到警察局？现在还去什么警察局啊？去找赵十三！好，我载你去。你讲话的时候不要一直指着我。我哪有指着你啊？哎，你不要激动，冷静啊。我冷静就是这个样子，你立刻载我去找赵十三。我说去警局。天都快塌了，还去什么警察局？给我上车！快点开车了，快走。姐，你不是才刚出狱吗？何必为了一个劈腿男再度犯案嘞？天涯何处无杂草？少废话，给我开车！阿星，你不是被关吗？逃出来了。赵十三呢？搬走了。骗人。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阿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阿星。我对你的感情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只要你一抬头，就会看到我对你眨眼睛，对你说的 I love you。什么爱老虎？这些塑胶星星是十三哥送你的吧？雅若为了能够象征身份地位的钻石而离开我，你就为了这些不值钱的星星而难过，真傻。我不把它清一清，我怎么租给别人呢？贴什么星星啊？南瓜死了。哎，你叫。这是十三哥为我贴的，不准挂。阿星，你醒一醒吧，
你那个赵十三啊，欠我3个月房租都没付，趁着三更半夜带他那个大肚子的老婆给我跑掉了。你是他以前的女朋友，你就好心帮他付那3万块房子吧。你乱说，什么大肚子的女人，谁可能倒着撩？她还可能从西边出来，我们家赵十三绝对会背叛我。你这个八婆乱说话，你是阿静，别激动啊！老 K， 在车上放什么玩具打火机啊？好啦，既然你这样执迷不悟，我干脆全部告诉你好了啦。你被人家抓去关不到一年，那个赵十三啊，就带一个餐厅女服务生回来住，现在都已经大肚子快生了，两个人才在补发帖子嘞，动脑筋动到我头上。想 A 我的红包钱，没良心！你看，贴在那儿的嘞。你去帮他顶罪坐牢，你以为他会感激你，把你当个宝啊？你别傻了，两个男人会爱上有案底的女人啊？用这种十几块钱的塑胶烂星星，就想骗女人去帮他坐牢，这种男人哦，就是瘪三呐！只有你这种笨女人啊，才傻人相信这种骗子。你说够了没有？坐过了，关你什么事啊？你凭什么这样说人家？哭什么？平常这样随便讲讲，是真是假还不晓得。走，少听在那边废话。走开！这个夏之心哦，怎么专门跟这些牛鬼蛇人搞在一起？什么年代了，还住这种古董眷村？我看你的十三哥是为了存心躲你才搬到这里来的吧？10块钱的星星就可以收买一个人的感情，还真廉价。你懂什么？不懂就不要乱批评我们的感情。10块钱又怎么样？这颗10块钱的星星在我的心中，比钻石还要珍贵。手过来，干嘛？你该不希望这么狼狈的出现在他面前吧？真奇怪，人为什么老爱做傻事？明明知道心爱的人已经移情别恋，却又不甘心被抛弃的事实，硬要去碰这个伤口，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才甘愿。真是自讨苦吃。哼，谁说我被抛弃了？我夏之心在牢里可不是混假的。等我找到这对狗男女，你看我怎么凌虐他们两个。不错嘛，又有精神了。那你打算怎么凌虐他们呢？当然是先挑断赵十三的双脚脚筋，然后再把那个狐狸精的脸画花，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随便勾引别人的未婚夫。等一下，我就让你这个只会偷珠宝的小白脸知道什么叫社会的黑暗面。我还是再想想怎么凌虐的手段好了，太血腥的画面我怕你受不了。你，我想看看你说的社会黑暗面。还有，长痛不如短痛，要打架倒不如早点打完回家睡觉，伤口也好得比较快。谁啊？
阿星。老公，是谁啊？那个第四台来收钱的，我来处理就好。阿星，你出来了。他是谁？他是。这是什么？你不是答应要娶我，你是承诺的。阿星，嘘。你干嘛？你都快要生了，为什么还要爬上爬下的？不是有人让人收钱吗？你不要再说话了，你看你有那么多血。救命啊！他流好多血啊！不痛。快把他抱起来，立刻送他去医院。我们有车，快点。哦。走吧。医生，你冷静点，先把他放下，去找医生跟护士过来。哦，好。阿星，你帮我照顾妹妹，我去找护士，拜托。三哥，不要走。你放心，十三哥很快就会回来，他不会离开你的。我在这里，快点。流这么多血，可能会引起血崩，赶快送进手术室。快点，哎，别挡路。血库里的血浆不够，需要紧急输血。你们谁是 B 型呢？等一下，我是。撑下去，我只有你了，你一定要好起来，我跟宝宝等你回家。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实在太想见十三哥了。在牢里的最后半年，我收不到他的信，也没有一通电话。我想见他，想的都快疯了。我只能不断想着两人重逢时的样子，想象他见到我会有多高兴。他会立刻拉着我去公证结婚呢，还是会带我去看我们的新家？或者他会流着泪说对不起，让我受苦？我曾经想过一千种重逢时的场面，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要是我没有那么冲动跑来就好了，明美就不会跌倒。万一明美跟肚子里的孩子救不活，那我……别哭，她身体里有的跟你一样强悍的血，不会有事的。你的手真大，真温暖。别客气了，我只当作我在安抚我们家的宠物而已。宠物？你不要瞧不起人了，我才不稀罕你的安慰呢。
我可是铁打的夏之星。你这女人怎么跟风一样善变啊？天琪，你的个性就像风一样，风只有方向，风怎么会有中心？叫什么名字？好可爱，真的好可爱！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阿星，别站在那边啊，进来坐。你的事，十三哥都跟我说了。对不起，都是我，我害你跌倒。不，你捐了水给我，是我跟孩子的救命恩人，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而且，我还抢了你的未婚夫，我才应该跟你道歉。十三哥，让阿星抱抱孩子吧。这个孩子的救命恩人，我希望你能认他做干女儿。我不行。阿星，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你就认这孩子当干女儿吧。我真的可以吗？那你以后要叫我阿星妈妈哦。阿星妈妈，这样叫起来好好听哦。孩子看起来很乖巧，一定会健康幸福的长大。十三哥，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出来一下好吗？你先睡，我出去一下。阿信，对不起，我害你失风被捕。我承诺要娶你，可是我却背叛了你。对不起，我是真的很喜欢明美。你被抓的时候，是他掩护我，我才逃过一劫。明美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女孩，她身体很不好，可是她还是要执意跟着我，过着每天躲警察的日子。我也想安定下来，给她一个安稳的家，所以我对不起。那你为什么第一时间不让我知道，让我像个傻子一样，连你的消息都要从房东那里听来？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的。
起来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跟我跪什么跪啊？你以为我是来跟你过不去的吗？哎，十三哥，你真的退步了，你被我骗了。今天我是来跟你炫耀我的男朋友的，他是我在坐牢的时候公益课的指导老师，他对我做的珠宝创意赞不绝口。你看，他那个耳钻是我们一起设计的爱的结晶，对吧，亲爱的？是，爱的结晶，阿青的手艺真不错。因为我们是在监狱认识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爱情的纪念物。他实在太爱我了，一分一秒都舍不得跟我分开呢。对了，拿来。结婚的红包2000块啊，不是早就跟你说了，今天是来包礼金的吗？抱歉了，十三哥，我比你还要早劈腿了，这算是我跟他的一点点心意，希望你能原谅我背叛你，是吗，亲爱的？是，请你原谅我们。我怎么会怪你们呢？我太开心了，阿星，恭喜你找到你的幸福了。这位是？我叫仲天齐。仲先生你好，谢谢你替我照顾阿星。你不要看他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其实他胆子很小，他从小就没有父母，可怜的他从小就是一个人，可是他偏偏又爱逞强，他从来不会在陌生人面前流露出真的情绪，哎呦，他很容易满足，只要一碗卤肉饭加个蛋，他就可以吃得很开心。他画坏设计图的时候脾气最不好，你只要买小美冰淇淋给他，他就会笑，真的是个好女孩。如果你能一直陪在他的身边，我的愧疚感也就会少一些。千万不要再让他孤独一个人，不用觉得内疚，因为阿星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我不喜欢别的男人惦念着她，因为我会嫉妒。是，我知道。十三哥，别苦着脸，好好对待明美个孩子，我祝你们白头偕老，永远幸福。孩子干吧，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语言，就让它带走你的。别掉眼泪，你刚刚演得很好。我也这么觉得。跟干嘛、啊？不是说好要剁他脚筋、揍他、泄恨的吗？你干嘛这样就放过他？要不要借你借你看？不要，我是铁打的心心。
本来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有一颗全世界最美的心。谢谢你刚刚没有拆穿我。哎，你这样怎么擦得干净？你走吧，谢谢你陪我来看十三哥。怎么走？你能解开，干嘛不早点解开啊？我本来怕你跑掉，我会真的变成冤大头。那你现在不怕？没关系，都无所谓了。我初一的人生目标已经没有了，变得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做人就是这样，随便怎么样都好。就这样，再见了。在一起的那女人到底是谁？能够让天琪跟家里作对，还把 Creamery 偷出去给他，差点忘了把 Creamery 带走，项链带回去，就当作是我的祝福吧。中天琪跟欧雅若在婚礼当天做最后的私会拥吻，我愿意帮你保守这个秘密，只要你愿意花大钱解决。十三哥，哎，豁出去吧！不送！你这装什么霉运？一天被扣三次，我很庆幸，还好我选择了天俊，而你是自甘堕落的跟那个女混混。我所经过，心里最美的女孩，你比不上她。我希望你能够真心的、好好的去爱我哥，你要的一切他都会给你。我想去体验你说的一万种可能呢。明日香，回到家真好，这里很棒吧？这招牌都被吹歪了，会是什么好地方啊？放开我！放开我！不好意思，阿星这里不舒服，大家先走了。好，我们大家都别开了。对呀、啊！我告诉你啦，阿星带回来的小子没有个好东西呀、啊，专门在骗人的了。你们不相信我、啊？我是亚洲唯一的 F1 的赛车手哎，中文名字叫仲天齐，英文名字叫完了。你们两个现在开始就是我们明日香的次等公民。你就是用这种不断骗人的生活态度，才会造成你失败的前半生。我要是见到你的父母，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为什么把你教成这样，人见人怕，人人喊打？诈赌当场被抓包，非得有一方见血才能了事。八哥，有没有不见血的做法？有啊，还钱。骗发哥，富贵险中求，为了这个房子，为了我舅舅，赌一把吧。你难道还没有觉悟吗？你跟十三哥行骗，最后像落了这种下场，你现在要自甘堕落，难道你没有羞耻心啊？我没有羞耻心，随便为了自己所关心的人去拼命解决一件事情，这叫没有羞耻心？我跟你没有话说了，你走啊，去做些高尚的事情吧。我好心劝你，你不听，从此以后你的事跟我无关，你好自为之。哼，老师也有讲。做人千万不要骗人。是男人的话，就不要为难女生，来一场男人跟男人的竞争。你为什么要来救我？如果赢了，你必须答应我，从此不再说谎，别再当放羊的阿星。却会追望你的爱的力量。
己的远方，遥远的星光只能凝望，你是否一样会把爱挂在心上？满天的星光